快点快点快点，真的没时间了，快去快去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珊珊朱莉。朱莉、哦、哇哇哇哇，我现在肚子饿呢，因为我早上贴了春联。哇，好棒。所以呢、今天呢我跟你一起包个饺子一起吃啊。还好过年一定要吃饺子的。因为饺子是万万顺哦。万万顺。对呀、阿丽朱莉、既然要包饺子的话，那我们就来惊喜饺子大比拼吧。干嘛呀，我现在饿嘛。请看任务卡、草莓、蓝莓、巧克力、棉花糖，还有芥末，什么呀？好可怕。 这是什么，跟那个饺子有关吗？没有啊。请看游戏规则。那就是先要选材料，对不对呀、哎、你要选什么呀？秘密啊，我干嘛告诉你啊。艾丽，那我们快点去买吧。 OK 了，走吧。艾丽，我已经到超市了。 OK 了 OK 了。超市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我也是啊。你要买什么呢？秘密我要买的也是秘密、好的，那么我们分开买吧。好好 OK、好，计时开始。怎么我朋友们快看，都是草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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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最喜欢这个草莓草莓草莓。草可丽在哪？在这边有巧克力的。哇，在这边呢有很多艾丽最喜欢的甜心呢。要不买？不行不行，艾丽现在你干嘛呢？不行不行，饺子皮终于找到了，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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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嘟嘟，真的没时间了，快去快去。找到了，玛莎皮，找到了。朱莉最喜欢的水蜜桃，那么呢，朱莉也都买完了，朱莉一定会包出世界上最好吃的零食饺子哦。找到了，成功了，艾丽都买了。艾丽，我们钱已经都准备好了，你呢？我也准备好了呀。那我们可以开始咯。 OK 好了，拿一张饺子皮。我只买了三个。朱莉，怎么啦？我忘了买饺子皮，怎么办？借我饺子皮好不好啊？其实我买了挺多饺子皮的。那借我吧。不过呢，我特别好奇艾丽有什么，如果艾丽有好的，也可以给我换一点嘛，好不好？那就这样吧。我有一个黑色的，黑色的，然后有一个绿色的，绿色的，然后呢，有一个艾丽最喜欢的黄色的，黄色的。这三个中选吧。我还是要黄色的吧，黄色的。哇，真的是你！感觉艾丽怎么有拆包装的声音呀？好像很神奇的东西。材料呢，就放多一点好吃。
你的怎么样？有一点点的可惜，但是基本上还是很满意的。我的是完美的，完美的矫正。那我们一起看哦，一、好、二、三，哇！你看，你看我这个帽子，这三个是我做的，然后这三个是绅士朋友们吃的。我是现在看朱莉的饺子都不想吃。哦，你看这个颜色多好看，蓝色的。闭着眼睛，朱莉，哇，真的呀，哇！不过朱莉的呢？尝了一下，你看多新颖的饺子吃法呀！那评分，评分，评分，真耶！朋友们，新年快乐，猪年大吉，猪年